大家好，欢迎收睇今节嘅天气报告，我系陈少伟。睇下卫星云图，见到香港以至周边地区咧，今日咧都系比较多云。咁我哋整日嚟讲咧，都系一个大致多云嘅天气。今朝天气比较清凉，大部分地区嘅低温都系12至到14度左右。咁原来我哋受住一啲微弱嘅东北季候风影响，下昼啊，大部分地区咧都系吹住啲微北风啊。咁咧，呢啲微北風咧，亦都為我哋帶嚟一啲比較低嘅能見度啦。咁部分地區係有啲煙霞，晏晝圍港望出去咧，都係視野唔係咁清楚嘅。今日大部分地區下晝高温上升翻至18至20度左右。我哋仔細睇下今晚同埋聽日嘅天氣預測先。我哋預計會係部分地區係有煙霞，今晚咧會係多雲，而聽日會漸轉天晴。市區最低的氣温會是約14度，而新界咧會係再低2-3度。聽日日間咧會係天氣比較和暖，同埋係乾燥，最高氣温約19度，吹輕微至和緩的東北風。下個禮拜四咧就係過年咯，今個週末嚟講咧都好多活動，星期五花市又開始啦，而星期六咧更加係情人節。我哋一齊睇下今個週末嘅天氣情況先。預計今個週末咧，都係我哋會啲風啊，都見到係喺海上面嚟噶。咁我哋會係受住啲海洋性嘅氣流所影響。咁所以今個週末期間咧，普遍嚟講天氣咧都係會比較和暖同埋潮濕。喺禮拜五六日啊，個高温咧都係會係上升至19至20度左右。咁天氣講到呢度先，拜拜。